扁引述106年前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独自前行的诗句，如果人们对你的召唤无动于衷，那就单独前行，如果他们不在狂风的夜晚点亮明灯，不幸的你就以痛苦的怒焰点燃自己的心，让它独自燃烧。反对威权迈向民主，无奈的弱势劳工透过罢工争取合理的报酬与权益，都是从少数的力量开始。如果不动声色，就像手上捧的水，反抗运动要像一堆又小又尖的玻璃碎片，被捧在手上才能抵抗要压扁他的手。翁山苏姬说，让人腐败的不是权力，而是恐惧。害怕被掌权者迫害，让屈服于恐惧的人沦落。苏姬在缅甸看到军政府关闭报社和反对党，囚禁胆敢发声反对的人，而在印度德里，却在泰戈尔的诗中找到伟大的自由城市，在那里，知识是自由的，在那里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，进入那自由的天国，我的父啊，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。最后不止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独立解放，缅甸军政府也涉苏走向民主。阿扁以不要放弃微弱声音、少数力量的伟大，跟罢工中的长荣空服员互勉。日前国安三法修正提高刑度，代表原来就有刑责，只是办事不力而已。反红色媒体街头运动，执政当局抱着公权力睡觉还去参加，不知道谁是被抗议对象。如果为政者还有人把敌国当祖国，重刑规定又能怎么样？咱要来探讨什么叫做少数的力量。在维权走向民主，咱追求自由的国度，咱要来走台湾的国家路，咱绝对拢总是伫少数开始，伫少数变作多数。在今天的招数加做马仔的多数，所以有当时会感觉剩一个人真孤单，有当时感觉剩无几个人，一小撮人感觉真无伴。但是只要卖放弃，勇往直前，咱绝对会当在招数加做多数。和你讲是招数，咱嘛有少数的力量，会当予当权者，会当予大头家，面对咱小小的劳工，咱虽然声音真小，但是呢，咱一个过一个，咱一阵伫十个、二十个、三十个，变作一百个、上千个。大家来参加到这个罢工，来享受咱好不容易所争取到的罢工权。我相信，在中营总公司头前底下，正在罢工来咧诉求的这个空服员。因绝对嘛袂失误，因为真侪人来咧也因关心，嘛真侪人感觉讲大公司、大老板、大经营的高层，对着基层的员工，对着空服员。因的诉求，因的心声，一定得爱会当来听入去。当然，公司大，
嘛是会当用强硬的手段。我无买尿布，就无买尿布。啊，互你讲，搁安怎伫遐来诉求、来发声，有听到当作无听到。对着大老板来讲，对着经营阶层来讲，要大就继续大，要上班就来上班，无食你等于食家己。但要让你赔偿的钱，就会当让你未加费，你嘛赔无够，让你惊，让你唔敢来罢工，让你讲真正参加罢工，你就要付出真大的代价，甚至无头路，甚至赔不了。但是你讲安尼，就来放弃发声的机会、罢工的权利吗？其实嘛，唔免烦恼，因为咱人上个惊就是惊，所以免转免度惊吓的这个自由，我会其实。我人伫台中鬼地方的时阵，有看到一本翁山书记的传记，中间有一页讲到呢，翁山书记伊一生予人软禁15年，前后三届。在软禁之前，伊有写到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免于恐惧的自由》，这是在1990年所发表。我真认同。翁山书记讲，予人腐败的不是权力，是恐惊，惊失去权力，予拥有权力的人腐化。惊吓被掌权者来迫害，和屈服的惊吓的人沦落。翁山书记阁讲，恐惊摧毁所有善恶之别，因此呢，正做对乐的。来源恐惊甲腐化关系密切，难怪伫恐惊欢迎的社会中，各种形态的对立，会使讲是亲像定根伫遐。翁山书记伊特别写着，伊讲。反抗运动的人士有这款的看法，阿扁啊嘛完全赞成。伊讲，我们或许不动声色，像手上捧的水，但我们宁可像一堆碎玻璃被捧在手上。咱如果唔敢点动。唔敢发声，亲像捧伫手顶的水同款，一点都无感觉，无营养。但是咱宁愿亲像一堆的破碎的玻璃片同款，予人捧伫手中。小小的玻璃碎片，尖又个光亮，会当抵抗想要阿姨抵变伊的手，这就是招数的力量。免怎予迫害者、压迫者，亲像讲
捧在伊的手上的手顶的破碎的油果酱的玻璃片，所以爱让伊会疼。对着违反的当权者是安尼，对着赚真侪钱的大企业大老板嘛是同款，所以罢工是少数非常无奈的一个做法，不是讲大家安尼待遐咧外看我，但是无透过这款的罢工的权利来诉求。你讲头家会疼吗？是不是要面对共同来解决基层空服员的心声？唔通用这款高压，或者是用款式，甚至用钱要抵死人？那安尼，我感觉讲，在自由的国度。啊，搁有人无自由，这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。所以劳方资方免怎和谐，免怎会当合作，比啥物搁较重要。只不过即届，哪会当做甲讲，首先有一个无过期，不管是几工，这毋是要互头家。老板来做准备，是要让消费者，要让人客，所谓以客为准的这些人客，这些消费者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会当提前做一个选择，买坐唔坐，要买票唔买票，要等唔等。我相信消费者上界大。乃当有一个事先的无过期，不管长短，那安尼这款的罢工就是100分，无食还阁有淡薄啊，应该爱来做思考，是毋是会当更加圆满的所在？但是阿边啊支持罢工，这是少数无奈的一个发声。我嘛相信，和你讲，即届罢工，头家人伊无要让步，甚至到最后，责人夫人又责兵，甚至因为爱离开无头路，煞来阁背袂了，和你讲，规家伙啊，将因兜的家伙啊卖掉，啊阁无材料来背全部。的时阵，那安尼，这条路是毋是爱行？该付出的代价，大家心内爱有数。甘蔗无可能上头甜，所以选择罢工，因为罢工爱付出的代价，可能的代价，不一定发生。但是事先爱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不会就讲。啊，要这啊，要那，拢总冒赢的，就亲像讲，咱对着当权者、违权者，咱有侪侪的抗争、示威、抗议，甚至亲像三一八太阳花学运进入去国会殿堂，迄就是准革命。当然，最后嘛达到讲反胡茂、反黑箱的诉求甲目标。但是中间，那如果因为当权局、当权者，伊无要谅解、无要包容、无要尊重，要用法律、要用司法来啊你追诉，要啊你报复，这个过程不管最后如何，咱嘛是要勇敢来面对，唔通讲。怕上法院，怕去坐黑牢，地主呢应该爱做的代志，
应该坚持的代志来退让、来放弃，那安尼就失去少数力量，咱就无法度伫少数、伫今仔日的少数来争做马仔的多数。这是阿扁啊一再要甲大家共同来面对的所在，所以包括台湾国家路也是同款。阿扁啊认为，真侪所在，和你讲一个人家己行，万免惊，向前行，啥物都唔惊，总是有一天，一个变作两个，两个变作三个。大家斗阵做伙行，刷咧一阵，安尼，佮对你行，刷咧愈来愈侪人。所以民主进步党会当伫1990年，这个最后一届，啊，佮有万年老七的国会选举。来摕到21席，刷咧，这个三党了后，国会全面改选，民进党就会当加做50几席。所以呢，足济拢总是伫少数开始，何况搁伫早期的时阵，甚至伫新界县呢做立委的时阵，拄啊伊一个人，但是真正的。反对党的立委，当然，伊当时无反对党，但是上届先反对党的立委只有一个人。但是即卖，民进党伫国会殿堂下当有过半数的68席，拢总是一点一滴伫少数开始的。但是民进党伫迄个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间，你讲无跋倒吗？无去予人画笔擦乌，甚至抹红、扭曲。民进党就是一个暴力党，一个台独党，顶顶各种的讲法拢总有，有的人真正惊着，有的人嘛是照常向前行。所以伫遮阿扁啊，嘛要来读一段我正欣赏的泰戈尔的诗集，嘛是翁山苏姬伊作爱的一首诗，叫做《独自前行》。翁山苏姬伊是印度的一位诗人。哲学家、文学家，伊伫1906年，1913年来摕到诺贝尔文学奖，是亚洲的第一人。所以，伊所写的《独自前行》，我感觉讲，会当摕出来，甲大家共同来勉励，买单家伫中营的公司。中云，迄、那个中云空运、长荣空，迄、那个航空的大楼头前伫遐静坐，来咧罢工的遮个空服员，遮个好朋友来共同勉励。如果人民对你的召唤无动于衷，那就单独前行。假设。人民害怕的面壁无疑，不幸的你就敞开心胸单独说出抱负。如果他们在穿越荒原时将你遗弃，不幸的你就将荆棘踩在脚下，沿着滴血的小径独自前行。如果他们不在狂风的夜晚点亮明灯，不幸的你就以痛苦的怒焰点燃自己的心，让它独自燃烧。
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拢总做会到的，伫家己来做起，伫民主之路、自由之路，甚至伫公益之路、独立之路，咱每一个人唔免惊，独自前行，每一个人都独自前行，到最后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力量。毕竟自由的国度不是讲遐尔简单，咱会当得到。这就是亲像这个翁山书记少年的时阵去印度来读中学，因老母去派去印度呢德里来做大赛，所以翁山书记伊就爱这个泰戈尔的诗句，伊讲去到德里，伊来找到伟大的自由城市，但是阿边啊要讲的这首诗啊，其实嘛是咧难过，不知会当找到自伟大的自由城市，咱嘛会当来进入去伟大的自由国家，只要咱大家卖放弃，总是有一天，咱台湾国家路嘛一定会当来达成。诗是安尼写，伫遐心是唔惊的，头嘛会当举甲悬悬。伫遐知识是自由的，伫遐世界啊个无去乎遐尔小小的家国的围墙啊，来假作片段。底下话是伫真理的深处内底讲出来，底下不断的努力打拼，向着完美来伸出双手。底下你伫的清泉，并无浸伫荒野的沙漠之中。底下心灵是受你的指引，走向不断放宽的思想加行为，进入于迄个自由的天国。我的天父啊，和我的国家会当觉醒起来吧！伟大自由的城市印度德里，伟大自由的国家印度，最后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，会当得到最后的独立加逃亡。我嘛相信，咱台湾有一天，咱嘛会当成做一个新个独立、伟大又个美丽的国家。咱大家共同做伙来打拼。但是伫咱的国家，咱所享受的民主自由，有当时啊是受到限制，不是绝对的，不是无限的。不止真侪强国强权替咱画一条红线，甚至咱伫家己的国度，咱嘛自我来限制。有当时啊，当权局当权者为着因的政党，因国人的自私自利，嘛无形中间替咱来画一条过一条的红线。咱大家知影，迄一天为着要反红色媒体，要来赶出台湾，赶去中国，所以一个人来走向街头，来示威，来抗议，来诉求，甚至无外久之前，国安三法的修正，包括两岸条例，包括国家机密保护法，包括刑法的修正案。当然，
这届国安三法，咱来提高这个刑度。啊，意思就是讲，原来本来就有刑事责任，来设立机密，和中国来替中国发展组织等等，本来的法律都是袂使，甚至是犯罪的行为。但是国安三法要来修法，提高刑度。你讲安尼，那如果无要来阿伊实践，来阿伊落实，你讲更加侪法律多如牛毛，更加严，刑度更加悬，嘛是无采工。所以过去都有处罚，有刑事责任，为什么无执行？你怎么来提高刑度？那如果重罪轻判，安尼嘛是同款。啊，和你讲轻罪，你会当重判；你轻罪唔重判，再过来提高刑度，你讲变作重罪，你不爱判。无只你讲，咱姐姐一款的人去到中国，来咧摸因的大腿，来咧讲因的好话，来咧泄露咱台湾的国家机密，牵涉到国家的安全，造成正大的危害。你讲人过一边，佚佗、逛球、食饭，甲因来斗阵做伙，伫个破道开讲的中间。无形中间拢总将咱的机密来阿伊泄露的时阵，安尼你有筛掉来阿伊处罚无？同款因的人过来，咱这边安尼铺铺叉叉，请食饭、陪佚佗、开会，无形中间嘛是将咱正侪国家安全的机密来泄露互因，但是不知不觉，啊！你讲安尼有犯罪无？当然嘛有犯罪。啊，会办未？我感觉讲阿婆啊，生囝正拼嘞。啊，那安尼，上个重要的关键伫对一个，咱若如果无非常坚定、清楚、具体的定恶意识、忧患意识、危机意识，将咱的敌国当作是祖国的话，你更加侪法律、更加侪处罚、刑事责任，嘛是无采工。和你讲同款，咱对着红色的媒体，咱大家有意见，咱袂爽，咱反对，咱会使无看，但是照常存在。你讲搁要来改法律，搁广电三华要来修改等等，当然当中会使。不过，迄天走向街头，遐尼济人，落大雨，穿雨衣。也好算，但是咱看到讲，啊，写作就爱行向街头，是咧向上诉求呢？当然是向有权力的政府啊，咱的总统府啊，咱的行政院啊，咱的相关的部会啊，咱是无咱的少数啊，行向街头更加济人，啊嘛是少数啊，但是这是政府有权力。啊！你唔做，就阁予人惊用街头，你再阁来参加，再阁来讲迄五四三的话，安尼唔是假讲的吗？你唔免参加，你唔免派代表，啊！你来做就好啊嘛。立法呢，阁过半数，较紧做，较紧立法。上个重要，土法不足以自行，免做会当来真正100%来执法，迄比啥物更加重要。无食，拢总是咧讲个五四三咧应付诶，安尼对着国家的安全的危害照常存在，不止未当减少，会搁较严重。这是阿扁啊，感觉上个忧心的所在。政府唔做，得个等人来行向街头来诉求吗？另外呢，遐尼济人，恁无要杀？啊！就搁在咧拖沙，
啊，一个会期等过一个会期，啊，你讲，更加侪人走向街头，又过安怎？伫咱的中营的空服员罢工，讲到咱这个反对红色的媒体，啊，变啊感触真深，嘛要甲大家共同来分享加便利。